8月14日上午，萧山区委召开全区领导干部会议，宣布浙江省委、杭州市委关于对萧山区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。根据省委和市委的决定，童桂丽同志任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委员、常委、书记。童桂丽，童桂丽简历，童桂丽，女，1969年10月生，汉族，黑龙江五常人，1990年7月参加工作，198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，教育领导学硕士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。1986年9月到1990年7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，1990年7月到2001年7月共青团杭州市委轻工部干事、副部长、部长，共青团杭州市委副书记、书记。2001年7月到2002年12月中共阜阳市委副书记，2002年12月2月 006.12 中共阜阳市委书记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，2006年12月到2007年4月中共杭州市委副秘书长，2007年4月到2013年5月杭州市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市长，2013年5月到2017年2月中共杭州市委常委，2017年2月到2018年8月中共杭州市委常委。统战部部长简历来源：杭州市政府官网。原题为萧山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，宣布童桂丽任萧山区委书记。